52。狂徒之流多于持权福旺，而不为祸心境，然何如是？权威非理真之因，福招之旺则为劣势之果，唯论理于时间之代，终出真谛之源。狂妄之徒往往以权势去强迫对方来尊重他，而自以为树立了威望。实际上，这种做法的结果只会是适得其反。人们不仅不会从内心里面尊敬他，反而会讨厌甚至反对他。这是因为强制下树立起来的假权威并不是真理的化身。一个人只有以自己崇高的道德品质和渊博的学识去感召对方，而得到的尊重才是真正发自内心的。以胁迫等方法去强行感召，即称为福招，实际上是强行对之进行压引，也就是强行让对方来尊重自己，以达到塑造自己的威望的目的。这实际上是一种丑劣的行为，是一种无知、愚蠢而又骄横的表现，只能产生不好的后果。唯有建立在伦理道德的基础上，经过时间在实践中的证明，人们自然会尊重和敬慕你，并由此而获得真正的威望。